趋势太快，是什么活动会喷尿？我没有要挑战这个啦，挑战自己。No。哇，我的天哪！一、二、三。等一下，就从这个 V 字一路往上，然后再往跳跃到这个。屁嘞，谁说？跳一路到这里完成整个关卡。看我这么高，五层楼高哎！真的，等一下我们每个人然后爬到最顶。他会吓得哭。我示范一下好不好？正确的。哇！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感觉超帅，超帅！哈哈哈哈哈！当妈妈在挑战的时候，竟然有陪玩姐姐这个职务，好赞哦！然后这样子圆切，这样站到那边去。我们现在在等啊，为什么你的第一位啊？你在偷看吗？我团队好像不是很强。对，我是第一确保，然后我的铆钉是贝贝，超不靠谱。对呀、啊，准备上下滑滑上。有要念这一句没有？没有这个台词，你不要自己夹。铆钉去哪了？铆钉去玩了。如果你不小心把它夹到的话，你会被夹掉。嗯，对，它会破皮，会爆血。Oh my god！ 要带的很忧愁。我女儿感觉好像心忧心忡忡。什么会爆血？什么？欸、我掉下来怎么被吊起来？妈妈，我就是掉。谁说爆？哈哈。你有在上嘞？我的天！人家信任感好快建立了，我们这些塑料友谊完全没有信任感，怎么那么可怜啊？准备攀登，确保完成，确保完成，开始攀登，请攀登。伊凡，你可以体会到吗？他在上面的害怕。我现在在做铆钉，我是专心做。所以不要怕了，保险。我上一人是谁？我要下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跟他交换一下。我不要了。危险，要打开！我们
耶！我成功完成了，开始攀登。哎，抱一下。吃饭喽！教练说要吃饭。啊！我真的快跑，我有巨高症了。你现在要先，你现在要先爬完，下午的都比这个高。我下午不要跑。加油！帮我包便当啊。带上去！快点呐！好，转过来！转！三步，三步！好，你的 pose 摆一个！哈哈哈哈哈！在上面说不要怕，听着像干话哦。超不爽！妇女一日冒险，阿乐可以吗？可以哦，很棒哦。对，很大。那是小孩耶，乐乐啊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你很厉害耶！你在干嘛？你才三分之一耶！脚软。吴小可不知道，那个会比较简单。对对对，他说要挑战那个 ，OK 给他。开始，好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可以了，有爬到 S T 了。不行不行，再撑，你已经选简单的了，你还这么窝囊。村的那个电线就是没有电呐，帮我修一下好不好，大姐？吴小可，你挑战十八米，我给你200块。第一次给我一下好事。我跟你说，你推我，我不会告你。他说我就是不能推你。我说你推我，没有人看得到。那待会十八米是这样，因为太高了。那因为其实还好，不会到太高。这样确保的话，超级高。还好啦，还好。你只能站在那个圆圆这么大的柱子上。为什么？啊，那我先你会太紧张哦。想要挑战十八米的，这个还有他，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我连讲自己说的勇气都没有。什么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为什么不玩？甜甜阿姨超勇敢。心里很……哎，我以为我可以耶。真的吗？你试试看啊。我不要，为什么？我经历刚刚那些，我现在心脏已经缩到像米粒这么小。我觉得这个那太危险了，一不小心就会死掉，还在造谣。而且他说越上面日柱子会晃越大。这个是，如果站不起来怎么办啊？天，喝水。不是你人生最大突破吗？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来，爸，爸鼓励一下。哇，我的天哪，踩上去！天哪，这边超小心，就像刚刚我教你的那样站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在那边讲风凉话，我拜托你上去。他就这样就起来了、啊。我怪你，我跟你上去了，我跟你拜托，你都到错到这地步了。对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真的不行、欸。我觉得你们俩一定要一个人。一对啊，我真的不行。我可以的话，我就上。我说我这个人
跳，我就会跳。我说弄，我就会弄。我说我不要去，我就不会去。今天真的不方便，就真的不方便。哪里不方便？对，你在进来了，就是跟我在那个横杆上面交汇这个女生。哇，真的超强！好，去了啦，去了啦。汗都手汗都一直流。上去汗就跟，我真的佩服你，你一鼓作气，相信我，我去帮你绑，一鼓作气，差点就上了，加油，开始攀登，梯子走开，梯子拿走，没有梯子啊，很好很好。他要用拖把沉默水前大的人家一进来就会看到遗憾，然后以为这个地方是他创建，还在确认，还在确认叔叔的脚有没有抖，我们简直是在一种极地气候在户外厨房。我们只不过在龙潭，为什么这样？我觉得你们夸张吧，你们还有梦？为什么？不是因为我们在第一桌，这里就是风口哎。去吃姜母鸭。他爱我，他不爱我，他爱我。他不爱我。